接着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模课师的部分哦，因为我们刚刚讲过，其实现在这种面对面课程真的会减少，因为你也很忙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又没有经费，经费也不多啊，这样怎么办？自主学习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哈，在这边点进来。那你在这里呢？这个我写一篇文章，其实教育部有一个叫台湾模课师课程的 MOOCs，哎，台湾称作模课师了哈，它就直译。对岸称作慕课，羡慕的慕，课程的课，所以你有兴趣的可以去这边看。那我以前呢也有讲过，在中正有讲这个主题，2006年的，别让你的学习不开心哦，因为自主学习嘛，所以有没有来上课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有没有交作业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被当你家的事嘛。对啊，反正没过就没过啊，他也没有给你收钱。你喜欢来上就上哈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地方你把它点进去，点进去到这里，进来之后呢，现在你可以找有没有不同类别的，它也有不同的平台，它目前可以找的有这么多。那么台湾比较著名的，它这里其实有一部分像这个好，学堂在线，这个我跟好大学在线，这个我记得是对岸的。哦，对岸的还有这里中国大学有没有？哦，所以那台湾的部分就是域网，哦，域网还有一个 Sure Course 台湾 Life，这是台湾比较大的前三大的这个模课师平台，所以你就可以先找，看有没有你想要的。那么他们开课时间不一定，哦，开课时间不见得说都是什么，都是跟我一般学习是一样。那各位也不要觉得说，诶，这个好像都是很艰深的。课程，然后在上面没有，有点类似，很多事实上都是比较平民化，类似所谓的那个叫做通识课程，通识课程，所以你可以先看，哎，这里有即将开课的。老实讲，你在这个网站上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有接受教育部补助的，才会在这里出现。所以我是蛮建议各位，你可以到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比如说域网啊，或者是他那个 Sure Course，他们自己的网站上有更多，更多合作的学校，因为没有接受补助的那边也会开。哎，因为现在少子化，大家都要想办法，对不对？提升学校知名度，不然跑到后面去之后就很麻烦，回不来，就会被淘汰了。所以你可以看这里有没有正在开课26个，那这里呢，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应用类别哦，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连焊接也有，对不对？哦，创意经济学像这样子，那点进去，比如这东海的永续环境。好，还有一个课程介绍，那基本上每一个课程几乎都会有个叫那个介绍的影片，好，介绍影片你就可以按前往，那他就会请你看你要不要加入这样子，你看这边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要录影片的吧？所以我有另外一个虚拟摄影棚的，这个我在中正也有。因为要叫老师录这些东西，有时候也很难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干脆就你看中正的有没有？我们去年的，那我们就在里面玩啊。这个就是像这样做好了，就可以像这样录影。这个也是在现场完成，哦，也是在现场完成哦。所以这个是给你看一下。好，这就快转。你看，每次我都要自己表演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只要会用晒一下就可以了，OK，其他都没有花钱。我今天只差没有把那个绿幕带来而已 好，然后所以像这样，那个就是我针对模课时我去做的一个课程啊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，然后呢要注册就把它加入就好了。那每一堂课的开课的周数不是跟我们学校一样都一定18周，也许可能是像这样，你看是不是只有5周6周而已，这样就可以。那有些模课师呢，他现在也有付费的，甚至怎么样？现在也不是有一些自学的团体吗？对不对？
自己学习啊，那他想要自己学要有一些证明，那么摩克斯现在像域网他也有推出，就是一季大概一季左右吧，就是会有一起考试的，你通过那个考试就发给你一个学习证明，表示你已经真的有认真学习过这个课，这样了解。所以蛮鼓励大家有兴趣真的去看一看，你看这个域网的有没有，有很多，对，也有自学课程，也有公务人员的。好，那这个呢微学程，像这里面有没有发现就比刚那边多很多，因为有些不见得有补助的嘛，所以他 LIFE 那边主要是有接受那个补助，你看这个正修也有开这种课啊，对吧，蔬果雕刻，有时候你不见得说，因为有些东西课程哦，不是说那么快能够累积那么多人一起来上，这时候透过线上学习是一个方式。当然我不可否认啊，面对面课程有它的优点的，好，但是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在线上稍微学习一下也是不错的，有一些基础，至少不会是从零开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有兴趣你再继续去钻研，好，再去请教别人，不要忘记的跟别人请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法。 OK， 好。